Alright guys， 欢迎回来 Rock 频道。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夏季的单品啊，主要就是凉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好看的凉鞋通常都不会特别好穿，很好穿那些凉鞋呢，一般样子也不会特别好看。就像我自己来讲，虽然我拥有的凉鞋不多，我不是特别喜欢穿凉鞋的人，但是我也买过，就因为毕竟在广东嘛。那我自己有一双 Silkoke 的凉鞋，讲真，帅是真的很帅，我就是冲着颜值买的。当时讲真，买了这么多年，穿着的次数很少，因为它确实不太好穿，那个底根本就不贴脚，绑带的部分磨脚磨的也挺厉害的，总之就是不舒服。就是即便它样子再好看呢，也让我其实没有太经常穿着，所以觉得是有点浪费了。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收到的几款凉鞋，我觉得是还算不错的，能把舒适性和颜值综合到一个蛮平衡的点。那么就是来自 Fila 跟 Mihara Yasuhiro 三元康裕的最新联名款式，这一双 FM15 溶解凉鞋。还是在这里感谢一下Fila 对于本期影片的大力支持，好不容易终于开始了。那这一次呢 ，MMY 跟 Fila 联名了一双以他们招牌溶解鞋为灵感的一双凉鞋。你可以在画面上看得到，这双凉鞋跟他们自己本身的溶解鞋呢不是特别一样。那碍于外观专利等等一些其他综合的因素吧，不会百分百把那一双溶解鞋的鞋底完全拿过来做成凉鞋，而是重新开了一次模，所以看起来的效果呢不会特别一样。不过我觉得这个效果在这双凉鞋上呢，其实做的也算是不错的了。沿用的还是他们 FM15 那一双凉鞋的整个溶解的套路啊，上部分鞋身呢就做成这种三段式的凉鞋，而且加了很多 MMY 品牌的特色，比如说这一个他们的小 logo 做成了一种金属钉在这里，然后中段这个位置加了一个这种单向卡扣，越拉越紧越拉越紧，有点像闸条，一捏这边呢它就可以完全释放开，有一点这种工业机能味道的感觉。然后前后呢其实都是一个魔术贴，然后魔术贴它是可以完全打开的。在尺寸的调整性上呢，宽容度还是蛮高的。这边有一个 Fila 的 logo， 它是跟鞋底一样微微偏灰的米色，整个鞋底全掌的耐磨橡胶大底，配置还是蛮高的。尤其这双鞋的科技加持了 Fila 自己这一个 PureMax 的这种中底回弹，整一个缓震效果特别好，并且增高足足有4公分，简直就是小个子新人的福星。这双鞋上脚效果大家可以在画面上看到，我不知道你会给它效果打几分呢？就我自己而言，码数的选择上呢，比你自己平时买的鞋款小 0.5 就刚刚好。这个鞋其实还是挺偏宽松的，Fila好像所有的凉鞋都是这样子。那么搭配他们家非常拿手的这一个 PureMax 发泡中底缓震科技呢，整双鞋轻量化和增高效果还有稳定性综合的非常好。鞋身的位置别看它是凉鞋，感觉好像凉鞋都没什么包裹性，其实这双鞋包裹性还真的不算太差的。它整个鞋的三段呢，里面填了棉之外，表面还用了这种非常细腻绒面的超纤材质。超纤大家如果不知道是什么的话，最常见的超纤就 Alcantara， 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常听到了。那么加上三段，每一段都有这种非常细微的调节，整双鞋不管你是脚胖脚瘦、脚背高或者是脚宽，怎么样的脚型都可以调得比较合适。然后整双鞋鞋型大家可以看到，前掌还是蛮宽的，并且鞋头还会收肩了，这个样子还挺修饰你整个脚型和腿型的，上脚效果我是觉得很好看了。这个鞋我记得除了这个全黑色之外，好像还有一个米黄色，我收到黑色我就拿黑色袜子来衬了，我不想在画面上光脚穿，可能观感不会特别好，这是一个上脚示范的效果啊。那么这个鞋呢，说是联名嘛，它肯定是数量有一定的限制，我不清楚大家是不是一定能很顺利的买到这款鞋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对溶解鞋本身这个款式呢兴趣不特别大的话，但是你又喜欢凉鞋，你可以看一下它们另外的一些款式，就像这一款，这款他们家蛮出名的一个款式叫做猫爪凉鞋。这鞋其实本身不是凉鞋，它也是一个运动鞋的款式，然后他们自己在保证大底舒适性的基础上呢，把鞋身替换成凉鞋的版本。整个脚感说看起来好像鞋底比刚刚那双 Mihara 的联名溶解凉鞋要薄一点，柔软性来得更好一点，舒适性穿着的时候感觉更加轻量化，做得也更好了。当然因为它舍弃了很多，比如说全掌耐磨的橡胶大底只保留了几块耐磨，然后整体发泡的棉的高度也减少了一些，当然科技没变，还是这个 PureMax， 鞋身依然是三段式可调，并且这个位置呢在脚踝连接的这一个塑料部件的位置内侧有一个非常厚的甜棉，这就很好。我之前那双
乱买的凉鞋，就是这个位置的塑料件总是刮脚，包括前面这些调节的位置都是。上脚的效果呢，大家可以在画面上看到，不知道你会给这个鞋打几分。男生的这一款式呢是全黑色，然后上面这些小小的 Fila 字样全都是反光的效果，夜晚可以看得很清楚。同时这双鞋还有女生的版本，可以搞个情侣鞋穿。女生我收到这个像玉子，除了这一个塑料件的位置跟男生那一款形状上稍微有点区别之外，整双鞋都是一样。然后女生的这个特点就不是3M反光的字，而是这个调节织带上的魔术贴图案可以更换，这个就特别可爱。像原装的就是这一个跟鞋身一样同色的这种织带，换下来之后你可以换成这种 Fila 的小图案啊，小云朵，还有彩虹，这都是他们官方提供了一整袋这种配件可以给你更换。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其他购买的一些你觉得很可爱的小图案，你可以直接贴上去，觉得这就很好玩，可玩性高了很多，并且女生上脚我觉得也算挺好看的，不管你是穿袜子穿或者是说不穿袜子搭配上呢，我觉得都还挺好看，视觉上很好。那同时还有另外一双也是女生的版本啊，它是一双这种拖鞋，一样的也是有这一个可以替换表面的一个魔术贴图案的，他们这些设计都还挺贴心，然后全部都采用了这一个 Pure Max 的科技，所以它在日常走路的舒适性还有稳定性上是一定不会含糊的啊。所以说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拖鞋，不可能在拖鞋上有什么运动性能，但是 Fila 作为一个老牌的运动时尚品牌啊，在舒适性稳定性方面肯定不会做得太差，至少穿这双鞋不会让你觉得很滑不跟脚，不太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OK， 那么具体的上脚效果呢都会在画面上给大家贴出来，我不知道你会给这双鞋打几分呢。有个小细节注意一下，这里所有的可替换魔术贴的这种位置呢，在鞋身上用的这一面都是勾面，撕下来可替换的是毛面。如果你想要替换的那一面是勾面的话，勾面跟勾面是沾不到的，必须勾面跟毛面才能贴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过身边经常穿 Fila 的那些群体究竟一些什么样的人群，我偶尔会在街上看到大部分都是一些女性，什么年龄层都有了，他们最喜欢的或者说我最常见到的应该都是一些厚底的运动鞋，款式呢不会说非常符合当下流行的趋势，有点 chunky 的这种，就没觉得身边有那么多人穿，但确实就很受欢迎，特别爱穿这种老牌的时尚运动款式吧，舒服然后又要有一点 fashion 的味道的那种感觉。完全买奢侈品的话呢，就肯定舒适性上不会有运动装来的这么舒服啊，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一个现象。那么讲到运动时装呢，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收到这几个服装产品呢、应该是这几天才刚发售的 Fila 跟 Y Project 联名的这一系列的服装。我身上这一件就是从这个领口大家可以很明显的辨识到有 Y Project 的这一个设计风格。除了这一件卫衣之外呢，还有一套他们叫做 Snap Panel Jumpsuit 运动装 Track Suit， 感觉穿着的时候乱按这些按钮的位置达到一个凌乱的效果，但是衣服本身的版型又不会跟着改变，就视觉效果上看起来挺夸张的。对 Y Project 这品牌略有耳闻的话应该知道，现任的设计总监 Glenn Martins 好像前阵子才被评为了2022年全球首位杰出设计师，他还是很爱玩结构风格的这种设计，他本人也是一个算是半路出家吧，本来学室内设计，然后结果后来去了 Antwerp 学服装，还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就还挺厉害的。好像很多我们脑海中熟知的非常优秀的服装设计师，包括但不限于可能 Virgil Abloh、Alison Hill， 甚至是 Kiko， 他们都会跟建筑啊、室内设计啊等等的这一些方面有点耳濡目染，或者说是多多少少接触过，他们的风格都还挺特别，而且都还挺喜欢玩这种结构上的变化和创新。很多人拿他去跟 Margiela 相比较。Glenn Martins 呢，他其实也在2017年和2020年两次获得了巴黎的这个 LM 大奖，他有一定的实力在变，他本人也非常低调，他不怎么露面，不怎么宣传。他现在除了说是在 Y Project 这个品牌做设计总监之外，同时还兼任 Diesel 就那个牛仔休闲品牌，还有 Jean Paul Gaultier 的这一品牌的设计总监。那么最近22年的走秀呢，非常非常多的款式，好像可能有上百件，各种各样的风格都有融合在一起走了个大秀，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那么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这次 Fila 跟 Y Project 联名的这一组系列，我挑一些我比较喜欢的几套 look 给大家看一下。时装方面能把秀场上的款式直接拿下来给普通人穿，这已经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大家知道时装品牌很多款式都是作为形象作为概念去发布，它并不适合日常穿着，如果你要商业化的话呢，你只能做的比较偏普通一点点，然后才能适合大众。所以 T 台上大家看到的这几套 look 呢，有它的造型独特之处，有很强的设计感的同时呢，真的拿到日常来穿也不会说很夸张很奇怪，我觉得这个是挺厉害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么复杂的单品当然数量也不会特别多，国内来讲呢可能手快有手慢无了，这个大家自己喜欢的话抓紧了啊。当然其中一套就是我这一次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套 Jumpsuit， 这一次他们的整个灵感可以说是从双方 Archive 的单品为基础呢，注入了 Y Project 的这种先锋
解构的设计灵感，然后加上 Fila 这么多年这种时尚运动装的沉淀，呈现出了一些非常有跨时代感觉的这种运动休闲装啊。然后他们整一个联名概念的这种宣传片拍得很好，有那种伞兵空降的感觉。那这个也其实是跟 Fila 110周年的这一个庆贺有一点点关系的。那么这一整套的上身效果大家也可以看到了，我身上穿的都是样衣，不是十分适合我身材的尺码，我只能说尽量给大家表现一下，我觉得上身效果还挺帅的。我随便拉拉扯扯表面的这些按钮的位置呢，稍微做一点变化，整个身上的廓形又不一样了。衣服你可以选择一边在裤子，一边在裤子外面，或者说是摘一边这一个补片下来，然后另外一边留着，摘下来之后它看起来又有点像那种赛车场的赛车服。总之就是在运动的方面有非常多的这种跨界的风格，同时有一定的时装感，上身效果还挺帅的。如果大家对这一系列感兴趣的话呢，在你们看到这条影片的时候呢，应该是已经发售了，大家可以去搜索看一下。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单品呢，不管是 Mihara 的凉鞋也好，或者是 Y Project 的这些服饰也好，他们都有一个街头与时装与运动几个领域之间的跨界，或者说是模糊界限的这种设计。像 Y Project 也是他们主打的，就是说模糊性别、模糊街头与时装的这种界限。那么在这一些单品上呢，其实也很能体现到 Fila 最近的一些联名的动作，以及他们想传达给大家带来一种新的品牌形象的感觉啊。那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些联名的单品，不管从实用舒适性的角度也好，或者说视觉上的美观性、好看的视觉效果，又或者说是品牌概念性的这种先锋的引领和延伸，我觉得他们最近的这种联名的动作呢都做得特别好啊。尤其是在这一个比较难做合作、做大量这种联合工作的时期，还能看到这么优秀的这些跨界联合的作品，我觉得是挺不容易。那么我也很幸运呢，能够在第一时间拿到这一些单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自己的感受来讲呢，我觉得还有点兴奋，挺开心的，能拿到这么多有意思的单品。那希望你们也喜欢这期影片的分享，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一定要给我一键三连。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记得点一下订阅呢。我是 Rock， 我们下次再见吧。